不是有个切，这个圆有没有切切切？那这个圆呢，切切切就可以哈。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啊，这边绘图里面有个切切切，切切切哈。然后呢，第一个就切这里，切这里，第一个圆就出来了。那改回来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其他也是一样哈，这个把它改回来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哈，我们一样再来，也是切切切哈，再来就是绘图里面的也是切切切，那特别注意切切哪里呢？切这个，然后切这个，还切这一，好三个，那最后呢？最后也是要按右键哦，相切切切切有没有？这样比较快一点，切这里跟切这个圆，还有切这一条线。好，切完之后的话，实际上其他也都是一样，只是说其他还要再做哈。总共要画九个圆比较慢呢、啊，比较快的方式是用什么呢？用那个阵列有没有？环形阵列就可以。那把这三个圆选取起来，用实线的选取，然后再用这个阵列选环形阵列。那物件已经选好有三个哈，中心点选哪里呢？选这个焦点。再来呢，项目总数选择三，因为有三个嘛哈，360度按确定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再补一个圆就好了，也是一样哦。绘图里面的圆，然后切切切切切，切三个圆就可以。好，那切完之后的话，这两条线哦，可以把它删除。那再做一个标注哈，标注底下这个这边到这边80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了。好，把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记得呢，刚刚多边形哦，要输入一个 Enter， 就是用所谓的边缘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它没有一个中心点啊，也就是没有内切。也没有外没有外内接，也没有外切哈、哦、的圆哈、哦，所以这边的话直接用一个 Enter 就可以哈、哦。那指定第一点的话，记得是在左边哈、哦，左边点一下，然后在第二点的话呢，再往右哈、哦，水平的方向呢80 Enter 就可以。